一路顺风啊，然后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八。今天我们问一下我们薛师兄最近的身体状况哦。薛师兄，这两天有点不舒服还是怎么？对，今天好像有好几个我们家人们都在关心我，问怎么说，看视频还是听说我怎么有点不舒服。我确实昨天和前天都不怎么舒服。北哥妹嘛，她在出嫁，在家里也忙个几，也不是说忙嘛，她就是没有休息好，啊，有一天好像几乎没睡什么觉一样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两天就是头很晕很晕的，前两天很晕，我就那晕的时候，我挨着睡了两天觉，我今天睡得好一点了，今天才缓过来，可能是没有休息好的原因。你自己要注意休息，多注意休息。是啊，我不知道，没有休息好会有那么大的影响，真的头很晕的。肯定会有影响，因为你现在身体还有一点点，会有一点点虚弱。对啊，是这样的，不是一点，是很多的。你要是以前的话，我一天两天不睡觉，根本都没事的。这个我知道，因为我们跟薛师兄也相处很久，他以前经常熬夜，这些都第二天都还活蹦乱跳。生龙活虎的，现在他不能熬夜，所以你自己、啊、我因为在医院里没有怎么熬过夜，两天没有睡好的话，真的头会晕，门都没有出。今天起来的话，哎，感觉的精神好很多，啊，今天精神好很多了。你现在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身体调养好，还有就是你的眼睛有没有联系好，怎么弄？眼睛。没有怎么去联系吧，我想去更高一点的医院的话哈，专业的医院去看一下有没有机会，更好的方法去治疗。嗯，对，我想去，我在网上也查了，就是广州有一家医院哈，在中国眼科医院的来说的话，还是排前几名的。哦，那我们值得去一下。对，我要看去他那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假如他那里再像南昌说的一样，没有什么机会，或者说机会很小，或者是要很难治的话，我就会等一下了。好像这边医生说等半年以后，再看，实在不行再动手术了。嗯，对对对，先保守治疗。对，他这边的医院假如有更好的方法，那最好了。我想更快一点把他治疗好。家人们、粉丝们啊，都在关心我们地球村的家人们，也都在关心我。对。啊，还有海哥那么多朋友，那么多，家人们都在关心我，啊。但是前段时间呢，就辛苦我们薛大哥。没事的。我们两个吧，关系很好，是我弟弟嘛。对。他有病了，只当我应该的。应该来伺候他，这个也没有说，没有说应该不应该，只能说你有没有那份情谊在里面，是吧？是的。薛师兄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哥他照顾我一个多月了。对，不管是任何人都是这样，没有说应该不应该，只能说他有没有那份情，对吧？是啊，一个多月，天天买吃的，买喝的，我有时候这个病的话，真的他不让活动，医生就是要休息。是啊，基本上都是我大哥。你看薛师兄，嗯，这个还有地村的家人们，还有粉丝们，是吧？都在默默的支持你早日康复。这地球村的家人们和海哥的朋友，还有粉丝的祝福和希望。那薛师兄，你去广州的话，薛大哥还有你发小也一起吧？嗯，有可能他们先回去。假如说我身体。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不像昨天前天那样的话，我就叫他们先回去。我自己去广州那边，广州那边天气可能比这边还暖一点，那边还好一点。我觉得还是要薛大哥跟你一起去吧，叫你发小把车先开回去。不用，我想现在他们回去，让他们跟着我去，照顾我一个多月了，也很累了，我要找这些人叫他回去休息一下。要不然我跟草根跟你一起去。妈呀，不用了，太麻烦了。没有，没事的，真的。不用了，因为你家里还有家人在这边，还要照顾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没关系。不用，我到时候我自己去。你自己一个人去有点不放心你。我
我好像今天一样的话，要是看眼睛的话，完全没问题。计划就是没有休息好，或者就是感冒还是怎么样，很累，很明显，比普通人明显很多。反正到时候如果说你一个人，有需要你就可以跟我跟曹总说。像我回家的话，你们在这里要没事想尝试一下远方的风俗习惯，可以去我家呀。好，但是我觉得等你身体完全康复了，我们再去。康复也可以，要是我回家的话，因为我不回家的话，可能。就哥的话就没有那么多话说，没那么熟，我们更熟一点。没事，小八，我回去的话，下次可以去河南那边尝试一下，是啊，风土人情。所以说，薛师兄，你一定要加油，赶紧把身体全部调整好。鸭子都跟我回去了，我就玩了几天。你知道到那里，习不习惯？比这边冷，肯定比这边冷。冷啊！薛师兄，加油！是真的。谢谢谢谢你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你第一时间就是把你那身体调养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还想看你拿着那个砖头用手。你现在要劈的话就劈不烂了，真的劈不烂。你现在要劈我都不给你劈。以前的话，我估计哈，我用心劈的话，两块我估计都不在问题。现在的话，要劈一块都不劈。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，你在这里还有草根，你拿个砖头。一劈草根也拿来一劈，结果那个手肿起来了。草根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。我是要不要再示范一次？我是下次。他说他看的那么简单，这算什么？我也来。他搞了一下，再想搞第二下搞不了了，不搞了。那薛大哥，他回去的日子就靠你多多的照顾他了。没事的，没事。在我家一样的，你家就是他家，他家就是你家，是吧？回家也在我那里住。对。给薛大哥点个赞。孩子们都对他很好。兄弟情深啊。薛大哥也非常的善良。你啊，我那家他家人啊，或者说嫂子和他儿子都对我很好的。看得出来，我们薛大哥是吧？这么善良淳朴，肯定嫂子也不会差，是吧？要对我不好的话，我也不想回去。对对对，那肯定的。如果对你不好，你也站不住脚啊，是吧？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你活蹦乱跳回来。哇，小八，我回来了！你说我来给你劈砖哈。对，劈砖就改天再劈吧。先生你收拾东西准备回去了吗？准备回去。回南昌。在南昌，在南昌，我看过鼻子过后，我去广州。好，那就是我们保持联系。好，行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，祝你一路顺风然后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行，慢走啊。行，你们先保住。好，行，在地球上等我。可以，好。Thank you.